三个人欺负一个女子，穿出去怕给人笑啊。是啊，师傅，你看长得也挺好看的，要不带回家改造吧。你两个臭小子，色迷心窍！纱窗出门不太安全。你才纱窗呢！不，
小姐，你撞的我，不是我撞的你啊，还不道歉？你们两个别以为我好欺负。哇，兄，他好凶，好胖。谁说不是呢？好心没好报，走吧，不好玩，回家。说了一会儿客人来了，你们想吃也吃不了。豪哥，哎，老邱，可
呀，师妹，能掐会算小仙女啊。老邱，你怎么来了？豪哥，我们义庄出了一件很怪的事，存放在停尸间那些客死他乡的尸体，昨天深夜听闻外面的鼓声，变得很不安生，还集体诈尸。我已派人去把赶尸道长找来，把这些尸体运回各自的家乡安葬。我怕今天晚上再出事，请您前去看看。求神问财，我们过去看看。我好，豪哥，我要跟你一块儿去。哎，什么呀？你才刚刚到这里，你和阿爹现在道观休息。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。你放心了。小心啊。放心了。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。我心清净。师傅，师傅啊，咱们一会儿就回来了。是啊，又不是生离死别，干嘛依依不舍呀？众生罚抄一百遍。啊，夜深人静，话多良言。来，师傅，给。嗯，出发。嗯，豪哥，请。这边请。地方啊，别啰嗦了，老邱，先躲起来。哎，师傅，他是不是动了？我怕棺材里面，求神问财，跟我来。
天亮了，你们两个忙一晚也挺累的，回道馆休息吧。彪哥，还有巡捕们，四处找找那些尸体。哎哎，走走走，快快快快，上一上，上一上。从毒箭的款式来看，应该是暹罗人士的暗器。我父亲被害时，就是这个毒箭。是寻常之物，没想到是吃的这种毒绳散，所以他才会瞳孔放大，产生幻觉。如果我没有推断错的话，这个人知道这里是道长的必经之路，所以才提前埋伏在这里。等到毒绳散发作的时候，他用毒箭来偷袭道长。豪哥，豪哥，四周都找遍了，没找到那几个尸体啊。是啊，师傅，我们也没找到。尸体应该已经被人带走了。表哥，啊，麻烦你将道长的尸体搬到巡捕房，我先回道馆拿验尸工具。哦哦，好，快来快来快来，把这尸体抬回去，抬回去。来来来，快快快快。我当年追随师父去了暹罗，师父的道法精妙，受到当地人的推崇，也遭到了一些降头师的毒计。有一天，阿典的父亲就被下了降头。当我和师父赶到阿典的住所时，道长，我父亲他……
要不是姑姑收留我，我也不知道你去哪。师傅，我看降头师已经潜伏在青龙镇了，目标很可能是姑姑。是啊，他还偷走那几具尸体，我还想知道他有什么阴谋呢。我们茅山弟子一向光明磊落，对方的降头术却处处暗藏杀机，正所谓正邪势不两立。秋生，拿掩饰工具跟我去巡捕房。哦，在怕什么呀？彪哥走南闯北，什么事儿没见过？就算这道长真活了，彪哥会怕吗？彪哥，活了？什么活了？他活了！道长青面獠牙追杀彪哥和两个巡捕，就像大
救我。这个时候，我救正当然不能坐视不管，说是时大事快，我英勇无畏，飞身挡住镖客，将道长引开，然后我就施起八卦阵，将道长制服，他就向我跪地求饶，然后我就顺手将他搞定。师傅，就整个这个过程，您真的一下都没动手？没错啊，全部都是秋生一个人搞定的。那您什么时候教他用灵符火化东西啊？刚刚嘛，他答应我三年的零用钱都不用给他，说是不是？这是。那师傅，那你也教教我呗。行，那你乖乖的，两年零用钱都不给你，就当交学费。还是算了吧，师傅，这两年没零花钱，我这上个街吃个包子买个油条都不方便，我还是先跟姑姑学点基本的啊。秋生啊，你好好跟师傅学，多学点啊。好。秋生，我还有一个五年套餐，学不学啊？够了，师傅，学够了。文才，被毒箭所伤，神仙也救不了你啊。姑姑，为什么死去的道长会复活呢？我已经检查过了，毒箭上面都沾满了蛊虫毒物，道长的身体里长满了蛊虫，降头师做法，蛊虫带动身体活动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尸变。那这降头师到底什么来头啊？怎么还跟这道长有这么大仇恨呢？他跟道长并没有仇，只不过利用道长的身体来作怪的。和他有深仇大恨的那个人可能就是蓉儿，对方策划这件事来做引子，知道茅山弟子不会坐视不理，然后就能引出蓉儿的下落。哎，师傅，这个降头师到底藏哪儿了？要找到降头师，那让阿典通灵吧。